你过是来我们宜良看飞的来了？飞啊！对啊，前几天有人说看见天上有一个人在飞，我们电视台都来报告了，好多外地人跑到我们这儿来看我。你看到？我没有，哎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噻。哎，过了这个山洞就到了哈。 我刚才打了你那么长一截了，你打下我嘛，我赏你2块钱，好。来，不是，好久没去。哎，你要坐好哦。好。来，哎，慢点。哎，好好。哎呀，好好。停车。哎。咋子？红灯了的嘛。 儿子死了，咋死的？我让他写诗，他就很失望，过去很后悔，从桥上掉下去摔死的。儿子是个诗人啊。哎，出过一本诗集。